故事第一集免不了不小心遇到，就像我们之间见面的那一段是有点老套，男女主角从不来电，直到被点掉，编剧写到不睡觉，接着你我会演到热恋或推销，想来想去都猜不到，的确太妙妙妙，原本的圈套套套套把我们套牢，如果不拥抱怕观众无聊，是时刻问我让手撕掉，要要要要失去我却找找找找新鲜的发抖，每一个桥段让观众叫好，幸福的预兆下周会揭晓，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开车技术超烂的小天后，偏偏不带助理还自己开车。对不起，我刚刚不是故意的。我知道，我自认倒霉，不会耽误。哎，千万不要！我这小角色的破车，怕刮上你大明星的手。你以为这样很潇洒吗？我潇洒又怎样？好了，我要走。我送你去医院。你的好意我心领。你放心啊，这些小伤是死不了，我不会跟你添任何麻烦。你可以不要在这时候耍帅吗？你是在表演内疚吗？还是为我的伤口内疚？还是因为你目的终于得逞的内疚？什么意思？你不是要着急把我写死？是又怎样？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吗？跟你的假惺惺有关。你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上跟我讲什么演艺圈的生存之道，暗地里跟制作人施压。我不死你不演 ，OK 啊？第五集剧本收到了吧？哦，刚刚应该是去庆祝方猛终于挂点了。哎，你简直不可理喻！那好像小佩玲，对啊，他怎么会在这边跟人家吵架？那个好像以前那个偶像叫什么？叫什么来着？啊，是伊森。对对对，是他，对，就是他。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啊？我送你回去吧。知道，拜托你消消。你受伤，车子又坏掉，我送你回家，好吗？小心啊！哎，我帮你开后车厢。哎，小心！我来。真的不去医院？这也没人，不用再演。送我去医院，只是给你自己找麻烦。大可收起这个专业的虚伪。反正我第五集也要被车撞了，还真巧。无论如何，谢谢你送我回这个破馆。谢谢。喂，
我是影剧版的小芬。听说你跟过去偶像伊森走得很近哦，你们该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是卓姐说的吧？卓姐真是的，新戏快要上档就用这一招，很老套哎。你知道的，玫瑰绽放的季节，我的新戏。可是我们有图有真相哦。刚才啊，拍到你跟伊森先吵架，接着上了同一辆车，很靠近的画面哦。真的还假的呀？好了，坦白跟你说，我跟伊森的确是在培养感情。你也知道我们是初次合作嘛，我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新戏快要上档了。该怎么说呢？你就这样写吧，我跟伊森现阶段就真的只是好朋友而已。偶像剧不败天后沈佩妮的新恋情。小天后佩妮因拍摄新剧《玫瑰绽放的季节》与昔日偶像团体 HE 的 Eason 朝夕相处，日久生情。新戏上档，两人究竟是真的来电，还是炒作绯闻的成分居多？这就是佩妮厉害的地方。她昨天晚上打电话跟我说，今天会有这则新闻出来，要我帮忙应付一下，真是多亏了她了。这宣传效果多大呀 ！Hello， 卓姐，又大记者，今天怎么有空来呀、啊？不勤快点怎么行？你看，独家都被别人抢走了。卓姐真行，明天记者会，今天就开始招式了。干嘛那么酸嘛？看来你跟其他人一样，认定这是绯闻炒作喽。卓姐，少装了啦！谁都知道沈妈妈一直在安排佩妮与小开相亲啊，哪轮得到伊森？这还需要解释吗？只是你给了小芬，没给我，实在没意思。好了好了，算我欠你一次，下次补你，可以了吧？卓姐，你看这篇报道是怎么一回事？学长，杨如恩。谢谢。不客气。多久啦？什么多久？我们失联多久了？我们应该有5年没有联络了吧？不记得，这不重要吧？喂，那边有位置。最近好吗？还不赖啊，只是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不过既然遇到了，以后我的独家就靠你喽。刚才卓姐可是有交代的哦。喂，刚才还说5年没有联络，现在一开口问我要独家。谁叫你那么无情，竟然不记得我们失联多久了。我跟你说，好戏要包装才有人看。哎，同戏演员这么多，总有点火花什么的吧。花絮有很多，你要看的话，去我一手成立的官方部落格。没劲。那要不然，明天的记者招待会，我就安排主角和你多聊几分钟。还这样啊？再不然，我再多请你喝一杯咖啡，这是我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看在以前在学校我比较照你的份上，如果你要帮我的话。这种无聊的新闻，不要再找了。哎呦，你瞧瞧这报纸把你写的多好啊！苦熬多年，伊森东山再起，出任偶像剧《玫瑰绽放的季节》男主角。哎呀，你看这下面，还把你以前拍过的广告、出过的唱片都做成表格，你有多久没有这样的报道了？真是太好了！哎呀，哎，还有我觉得，佩妮，谢谢你啊！我们这个伊森今天的新闻都沾了你的光，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去买饮料，你们聊，你们聊啊。你要喝什么？拿铁，半奶，不加糖，没问题，我去买。昨天撞你是我不对，所以那篇报道就当作是我还了。这么说还是我欠你人情。不用客气。演艺圈另一则生存之道，既然媒体对你有兴趣，接下来你的表现才有受到重视的可能。你发过片的不会不知道吧？记得如果有记者问起这件事情，不要说实话，让这个神秘感继续保持下去，这样媒体才会有兴趣追我们的新闻，对戏对你都只有好处。植物一样，但我知道你只是睡着了。你本来就很爱贪睡，你每次来床都说是因为梦见我，所以舍不得起来。方猛，你现在是不是又梦见我了？真是幸亏有你了，虽然欧阳城来前这两集还是要先委屈你，不过你放心，戏都在你身上。卓姐，那个后面的剧本我想过了，我觉得不能让方萌整集都躺在床上当植物人，难道要让观众看着佩妮喃喃自语两集吗？我是想啊，我们应该可以加拍一些回忆的戏，这样子啊，更能够点出方猛在生病之前对佩妮的好，然后也可以让大家觉得说佩妮现在是有多么的落寞。有佩妮饰演的玫瑰就够有说服力的了，不需要再节外生枝。我同意编剧的说法，他说的没错，光靠我和其他配角撑不起两集的剧情，的确不能让伊森躺着演两集。佩妮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那这样，明明，你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了。我去给你倒杯水啊。哦。你的伤没事吧？没事啊，这个昨天晚上在路上差点被佩妮撞到，还差点大吵了一架，意外撞到这个版面，你说荒唐不荒唐？你该不会相信报纸上的鬼话吧？我们是因为怕路人围观，所以故意装亲密的。别听那个胡说，没这回事。哎呀，你不要跟我解释那么多啦。我们大家都知道要看绯闻才能博版面呢，谁相信这个？那你先忙吧，我也要去为方萌努力了。喂，我想跟你约个时间做一个专访，下午有空吗？嗯，行。我相信这部戏呢，可以让以前喜欢 H1 的朋友们知道我最近在做什么，而且可以看到我很多的进步。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我帮你写好了。我们可以聊聊剧本吗？嗯，很纯情，而且很动人。仅此而已。看来我们这个戏的男主角对剧本的见解还蛮薄弱的，就像是一个没有想法的空壳子。喂，这是你专访应该有的态度。
好啊，我们来聊剧本是吧？那我们先从玫瑰开始吧。玫瑰呢，她是一个新时代女性的代表，因为她对感情上的单纯，吸引了年纪比较小的方某。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爱情在社会上的一种，一种抗议。拜托，我不想听玫瑰，我倒想问方某，面对第七集的幻角世界，你作何感想？为了保住角色，光从女编剧下手远远不够，连对你有成见的女主角都被你搞定，你真的很厉害。你什么意思？你昨晚应该很忙吧？前面还和女编剧约会，后面却勾搭女主角。这是我们系的网页专访，还是八卦杂志的爬粉？你好像对我的私生活很感兴趣。你的私生活到底有多乱，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想提醒你，请你离王明明远一点。他这个人傻乎乎的，他和你这样的人根本是两个世界。那你认识明明的世界是什么？我认识了他15年，他的世界我一清二楚。不是你眼睛看到的世界，或许你认识他15年，也或许你可以在他家自由进出，但他的心里，他在想什么，期待什么，他在怕什么，你知道吗？你给我听好了。你才给我听好。他不笨，也不傻。他只是容易感动，向往恋爱，偏偏又对自己没信心，所以他单纯的选择了一种让自己快乐的生活方式，一种不会受伤的生活方式。现在的他或许看起来迷糊，需要呵护，但我知道他在等待爱情。当爱情再度来临的时候，他一定会鼓起一股无比的超能力，迎向他的心。谢谢，等一下我找。不用了，不用了，多了，不用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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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谢谢，谢谢哦。你好，欢迎光临。我要一杯热咖啡带走。好的，稍等啊。老板，那个，咖啡先不要了。啊？为什么？不是不是，那个钱带不够。好，没关系，那就下次再来好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送你。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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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真是笨死了。缴账单钱用完，到底又要跑一趟。妈，你怎么会来？怎么，你不欢迎啊？欢迎，欢迎！来，哇，你怎样啊？搬家了。妈，你也真是的，都到门口了也不打电话跟我说一声。哎，你家里不是有个客房是专门留给我的吗？难不成我到你这来还要先跟你打报告啊？那也要给我时间整理整理啊。哎，我通知你让你整理好了，我还有什么好检查的？检查什么？不一样，有问题。你不欢迎啊？欢迎，欢迎！来，哇，你怎样啊？搬家了？妈，你也真是的，都到门口了也不打电话跟我说一声。哎，你家里不是有个客房是专门留给我的吗？难不成我到你这来还要先跟你打报告啊？那也要给我时间整理整理啊。哎，我通知你让你整理好了，我还有什么好检查的？检查什么？不一样，有问题。什么问题了？以前每回来你这里都乱得跟狗窝一样。嗨，这会儿太干净了。妈，我乱呢你说我邋遢，我整齐呢你说我太干净了，你很难相处。哎，
交男朋友了。什么啊？有男人到家里头来就知道要整理了。嘿，我看你平常傻乎乎的，没想到这件事情还算你以前不是最爱看那个电视剧什么三十拉警报的吗？哎，三十不老，不该拉警报啊。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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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一套，如果你想要看的话呢，自己这边慢慢看，如果你要跟他一起演的话呢，我也不介意，我要去赶稿了，你继续那边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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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既然丢不掉，那我们就搭乘时光机回到过去，把那些烂回忆全部洗掉，创造新的回忆。哪来的时光机啊？这就是带着小铃铛穿梭时空的主心骨。我绝对不会让方梦只躺在床上当个植物人。哎，伊森，伊森，明天记者招待会。他们都会请时尚专家来打分数，你看这件好还是这件好啊？嗯，这两件大赛时洋装应该都不适合我吧？哎呀，当然都不适合你，这是我要穿的。你的不是已经跟亨利借好了吗？你怎么了？看起来心神不宁的样子，你是不是很紧张啊？紧张的是你吧？因为我目测啊，这两件洋装都不适合你。我看你是穿回你的咖啡色的长裤还比较抢眼。嗯，哎，不对呀，你看起来也太不兴奋了吧？明天是你的大日子，虽然只演七集，可是你是男主角，男主角。嘿，呀，好了，我已经输了我九成的功力给你。你放心好了，明天你是全场的焦点，所有聚光灯都会打在你脸上。打起精神来，听到没有？听到了，你的内力在我体内流窜呢。超有感觉的，这才对，超有感觉的。好极了，早点睡，别跟我乱熬夜，到时候长出青春痘啊。我先走了。好，拜拜。并不想知道编剧是谁，我去不去都无所谓，还是认命点赶剧本吧。而且我这样子不适合去那种场合。绵绵，绵绵，哎，有床不去睡，你睡这不怕感冒啊？起来吃早餐，我为你准备了解便秘的酸奶，还有高纤全麦吐司，快起来了，账单都帮你准备好了。哎，你谁呀？我妈。哎呦，少天哪，几年不见，你长这么大个了，还长得这么帅啊。妈，九师傅儿子啊，你认不出来了？他刚才叫我王妈，我都想起来了。我说呢，哪来这么帅的小偷啊？
还是王妈烧的菜比较好吃。王妈，你也吃。谢谢。哎呀，少天呐、你那么体贴，长得又那么帅，女朋友一定很多啊。拜托，谁会喜欢这种有洁癖的人呢、我怪癖吗？那要不要说说你啊？衣服不洗，垃圾不倒，一日三餐要不是我的话，恐怕早饿死了。你想到我妈面前邀功夫去啊？真是的。喂，可不可以有点形象？我在面前最好形象吗？不知道的人看到还以为你们俩就是一对呢。你别闹了，我跟他有什么不行的？这种人呢、最适合当夫妻了。哎，你今天不是有记者会吗？快走了。哦，对。不好意思，王妈，那我先闪了。好，拜拜。他不在了，你可以跟我说实话了吧？妈，汪明明，你骗我，我不信。你真的想太多了啦，少天啊，真的就像我弟弟一样，他是我师傅的儿子，现在也算是我的房东，我们在同一个剧组里面工作，以上就是我们的全部关系，剩下的都是你老人家的个人想象。干嘛？腰痛哦？我不是腰痛，我是心痛。为什么我女儿邋邋遢遢都不爱打扮，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搞得像没人要似的。这么好的对象就住在楼下，没事还上来煮饭给你吃，这种对象你上哪找去啊？有人按门铃了。哎，这会儿我真的腰痛了啊。哎，大阿姨、小阿姨来了。对呀、明明。妈，阿姨来了。明明啊，我们找你妈去逛街，晚上顺便一起去喝喜酒。明明啊，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什么呀，你都三十了吧？哎呦，这年纪还嫁不掉，你妈可是会烦恼的哟。是、我才不烦恼呢。哎呀，你都不晓得，我女儿啊，专业人士，搞剧本的，不用靠男人。你不晓得我有这样的女儿啊，我多骄傲呢。说的也是啊。啊，走了走了。哎，你不要窝在房间里头写剧本，晚餐中餐记得按时吃啊。明明，明明，走了啊，拜拜，拜拜。拜拜。忘了什么啦？妈，跟我走。你放心，他们都是亨利最好的朋友，把自己讲漂亮。没事，待会记者会见，我等你，记得给我惊喜。交给你们了。就像我们之前见面的那一段是有点老套，男女主角手不来电，直到被点掉，编剧写到不睡觉，接着你我会演到热恋或退烧，想来想去都猜不到，的确太妙妙妙，缘分的圈套套套套，把我玫瑰绽放的季节。你该不是为自己的软弱找退路？对不起。啊，就是啊，差不错，演得不错，演得很好，是啊。
谢谢各位的光临。先要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们玫瑰绽放的季节开禁到现在，一直没有机会跟大家好好聊聊。刚刚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之前拍的部分片花，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卓姐，我很好奇您慧眼独具挑中伊森当男主角的理由，毕竟 HE 团体早就已经结束了。您是不是看出伊森在演技上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我挑伊森的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他的背景和方某这个角色非常的合适。不过大家放心，伊森并非我们唯一的大牌。我们这出戏啊，还有一个秘密武器，他才是真正的男主角。啊！我是说，我这么大声是因为是因为我们戏里最伟大、最重要的编剧汪明明老师来了，明明老师。各位，可能我们的编剧呢不太习惯大家的注意，那让我们把焦点转移到我们女主角的身上。对呀，谢谢编剧刚刚带来的搞笑演出。玫瑰绽放的季节的灵魂当然是饰演玫瑰的佩妮了。各位，我们就先拍照吧。我们先到那边好吗？哎，这个戏呀，临危受命接档。那请问一下卓姐，这个戏的特色？卓姐刚才说有秘密武器，那到底是什么？这个秘密武器呢，现在还不到公开的时候，所以我恐怕就得吊一下各位的胃口喽。那就不好意思，这个人不好意思，我先拍下电影。好好大家都在写佩妮，都在问那则心知肚明的假绯闻，真无趣。你今天开场的提问还不够犀利吗？卓姐她不是已经给你方向了吗？不够你发挥啊？怎么发挥啊？你们家卓姐只丢一些到时候就知道了，保证给你大惊喜啊之类的鬼话来搪塞。说嘛，学长到底是谁？卓姐说让你多照顾我的。这个答案不在我能照顾的范围之内，所以你还是等到时候的大惊喜好了。早就知道靠你没用，所以我已经想好了，我准备专访 HE。 哎，顺便把编剧姐姐叫过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剧情啊。我帮你搞定。那请问最近有什么新的工作安排吗？最近很多工作安排都在公司的掌握之中。采访的怎么样啊，戴记者？今天正值妈咪呢，去应付另外一摊记者，但是为了欢迎你的大驾光临，我们解散已久的 HE 今晚为你再一次。好，我可以继续访问了吗？当然，今晚的主角是我们的伊森啊，你们继续聊，继续聊。哦，刚说的，既然卓姐呢亲你我当这部戏的男主角呢，我当然要暂时把我的最爱放一边，然后全心投入方猛这个角色。
怎么说呢？方猛这个角色啊，就是敢爱敢恨嘛。但我觉得，其实方猛跟玫瑰的恋情就很像，之前有一部偶像剧叫《爱就在一起》。以上内容电视台网站就可以看到了，可不可以说点新鲜的？比如说你最近的感情世界如何啊？我说这个问题问我比较合适吧？啊？现在我们伊森的感情世界呢，就是工作两个字，但我就不一样了，特别的精彩。我的感情世界呢，就像一个宽阔的、广阔的、温暖的花园，里边的每个花朵呢，都可以为你开放。什么情况？哎，去意解散之后，一个变假人，一个变色狼，整个逊掉。哎，你不是说好，虽然这是 HE 的独家专访？但是你有答应我要帮我们玫瑰绽放的季节宣传，你到现在还没有兜到戏上面，可不可以啊？没点怎么兜？八股宣传谁要看啊？要版面，贡献一点小花边总是要的吧？哎呀，好啦，给我学长一个面子。伊森，那只好炒个冷饭了。请问昨天报纸上你跟佩妮那些照片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不要说实话，让这个神秘感继续保持下去，这样媒体才会有兴趣追我们的新闻，对戏对你都只有好处。既然你不想听一些官方说法，那我就不解释了。我跟佩妮的关系呢，应该说是比好朋友再多一点关心，多一点信任，多一点共患难。毕竟我们这部戏是要两个一起扛收视的嘛。那未来会怎么样呢？就抱歉，保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没事，谢谢。哎，差一点，没事。我真的笨手笨脚的，我进来吧。好，你自己来。没事，擦一下就没事。看来编剧姐姐跟伊森的关系挺不错的，两位认识很久了吗？没有啊。明明老师和琼芝妈咪呢以前是好朋友，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在拍戏之前就认识了，但是怎么变熟的呢？也是因为这部戏啊，对吧？哎，我说你们两个，你们一个编剧一个演员，怎么在认知上差那么多？我真的想不明白你们两个人怎么沟通，怎么合作。看来做过偶像的人就是不简单。一整个晚上问什么没什么。好了，你们慢慢喝，我先走了。我送你一下。哎，你听到没有？他竟然说我是假人呢。假人是我，你是色狼。哎，梁主任，我不习惯十八相送哦。看来采访大失败，我要的那个版面应该没有希望了吧？放心，答应你的一定做到。更何况我已经找到一条线索，虽然未经证实，但是等我抓到真凭实据，保证是条大独家。喂，怎么听起来有一点毛骨悚然？那可不可以先透露一点？你学长我体弱多病，心脏又不怎么好。少来，无可奉告。帮帮我啊！再会。哎，你学妹是不是生气了？应该不会吧，但她有向我保证，一定会刊登这篇专访。那就要庆祝一下，专访成功啊！啊，大家应该好好喝一杯吧。我呢，特别研制一种特调的鸡尾酒，我就拿来给大家尝尝。马上回来，马上回来。好的。访问已经结束了，我们该走了。哎，等一下，你要忙你先回去啊。明明老师已经答应我们要留下来庆祝了，对吧？哦，伊森跟亨利今天帮我大改造，我总得谢谢人家吧。谢谢你，我替他喝了，我们可以走了吧？再见。
哎，等一下，刚刚是你替他喝，我还没敬你。来，今天非常谢谢你替我们安排这个专访。童少天，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自己三杯醉的酒量，跟他拼什么酒啊？喂，小朋友，男生跟男生喝酒还要女生帮你挡，你丢不丢脸呢你？喝酒多了是对身体不好，既然你一个老人家都无所谓，我一个年轻人又有什么好推脱的？说谁老人家？欢迎对号入座。哎，酒来了，试试看呢。哎，这个童少天，我说过不准你再喝了。伊森，亨利，谢谢你们今天为我做了一切，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这么美。哦，我敬你们。哎，那个很厉害，那个真是高啊！不就是靠有钱的朋友弄个头发、换套衣服，能把我姐逗得这么开心？你好像一直对我很有意见，我真的很纳闷，为什么老是在我面前对明明老师一副宣誓主权的样子？你一个小鬼，凭什么管他？那我问你，你有什么权利问我这个问题？那你为什么住在他家？哎，我，他没有住我家，他住我们家楼下。好啊，你敢不敢？如果你赢了，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讨厌你。谁怕谁？哎，这个也很厉害。这个慢慢。意思。要不你。这个。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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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在大改造之后的第一个晚上，就有两个男生为了你拼酒啊！看来你得好好感谢我了。哎，一个人喝多无聊，我陪你喝。来来来，我陪你喝。几点钟了还在赖床啊？啊！昨天晚上乒乒乓乓的回来，都几点钟了？你不是说要赶稿吗？是赶到哪去了？妈，几点了？一场？什么几点？好多点了，你早就该起床了。你。想着你的撒娇，看着你的微笑，只愿为你神魂颠倒，不怕别人围剿，不听谁的劝告，躲进我的怀抱，挡住一切风暴。全世界还有谁比我们还绝配？